珊妮手上拿下这个奖，让我觉得非常的荣幸。其实我觉得这个奖是我赚到的，因为其实我发片的时候，疫情期间都没有什么人发言，所以我很开心，就是得到了这个很持久的奖。我希望，因为我的专辑叫做 Have a Nice Day， 就是我希望这个 Nice 可以就是持续的很久很久。如果你们觉得就是自己的生活过得有点不 nice， 麻烦把我的 Have a Nice Day 这张专辑拿出来听一听，这样你们就会变得很 nice 了 ，OK？恭喜魏如萱台上这个最 nice 的画面。